这里毕竟是医院，人多眼杂，咱们要保持安全距离。如果被自媒体人看到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各位，准备，开始。 什么情况啊，现场？哎，姐，医护人员，医护，姐，医护，心扉，姐，疼不疼？心扉，我帮你把这个，别动，别动。心扉，心扉，停！哎，啊，后退，后退，往后退，对对对，再退一点。 行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毕竟是医院，人多眼杂，咱们要保持安全距离。如果被自媒体人看到，那就不太好了。行，我听林美兰说你拍摄时候受伤了，送去了急诊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林美兰这个人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她就是说话比较夸张嘛。辛苦你跑一趟了，医院应该挺忙的吧？那你快去忙吧，谢谢啊。 咖啡，我想睡一会儿，你帮我送一下邢医生好吗？哦，好。邢医生，我是哪儿得罪你了？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？哎呀，邢医生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又给我送药，又来看我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谢谢你啊，邢医生。<笑>咖啡。哦，邢医生。 我姐现在需要静养，要不然我们先出去。好。